Change your world.
接下来是属于我的时间了，也是属于你们的时间。你们要跟我一起嗨吗？现在腰很疼，但是我相信我还能唱完，想要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我知道服装不对，然后什么都不对，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唱完，因为我是一个歌手，该唱的歌我要唱完。 OK， 谢谢你们。然后接下来真正是陪伴了我十几年的歌 What's Up，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继续唱歌，唱歌。What's up？
for whatever that means. And so I cry sometimes when I like my bed, I still get it all that floats in my head. And I feel it a little bit cooler. And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 get it right high. And I scream and tell them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Going to shock. And I say, hey, hey, hey. And I say, hey, hey, hey.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Destination 稍等一下我们好像出现了一个选择题，如果是时间的关系的话 Bang Bang 和我是我的，你们选择听哪一首？好，那这样子从今天开始北京的演出以后，我都会在可以的状况下尽量的唱 Bang Bang， 我可以唱到今天来了现场的人希望都有以后的机会也能在现场听到这首歌。谢谢你。那接下来应该是哪一首歌了呢？不要两者来说，接下来会有一个动物乱入。
见，今次了火花驱赶在沉淀，心甘被歌声惊不起变迁，他偏与自证起一种自恋，虚荣的爱伏着我像美丽万千千，偏偏知道爱令我离天，他知我已富家向而变，高挂于产生些想你犹乱，心醉不堪Thank you.